那我这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，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嗨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是金萌萌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那很早，请见谅了。那我这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，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是我要这即是淋雨正式回归。